真经。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甲午千秋，双十谢天恩齐安，消灾化解法会。啊，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当下莲座上所有的三界万灵各姓氏祖先，诸众圣神、活菩萨，以及在座的唯心圣教法师讲师，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啊，今天103年12月3日的下午，第三节我们继续共修讲解21世纪世界新兴宗教，也是台湾新兴宗教唯心圣教安心真经妙法普传一部圣经华宝。啊，这部真经是己丑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在天禅王禅老祖开示，本人啊，潜心攻入的一部法宝。当我攻入完毕的时候，重新读了一遍，我说不出来的感动。终于唯心圣教成为世界的新兴宗教，从这部经开始，是汇整了儒家、道家、佛家、百家思想在世间，这个地球的世间，所有一切万华都在这部安心真经之中啊。若是我们悟了，你当下你就是上帝的化身，王禅老祖的化身，诸佛菩萨的化身，天地虚空法界的大神的化身，
尤其是世界和平的推手。所以今天我们有幸在台湾这块净土，能够承天威光，家属灌顶，接受这一部经，我们应该感恩，我们应该庆幸，依法而修，必定能够成圣成贤。那么你要了解这一部经，一定要读过、修过一切万教的经典智慧，你才能将万行真经清清楚楚、了了分明的安自己那一颗灵性的不安之心，也可以安十方法界三界万年不安之心，尤其可以安我们列祖列宗诸祖灵的心，心就开了，意就解了，就可以了脱生死的烦恼。所以安心真经是唯心圣教21世纪由宇宙大神，也是世界和平的大神，中国至圣唯古子、唯古先师王禅老祖，天地人三才一以贯之的经宝啊。所以唯心圣教安心真经啊，是修身养性的法宝，更是成就自性净土的法宝。成就自性净土，哎，我们一直想要到极乐世界去，我们一直要到天国去，一直要到第几天去。若是你悟了这部经，就没有来没有去的问题。当下自己成圣成贤成佛成道，全部在我们的心中了了分明。所以各位唯心贤士同修，我们大家有缘嘛，齐聚一堂。所以安心真经的智慧，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在人世间的市容、工商、百业、建筑、设计等等的智慧都在里面。安心真经的智慧，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在人世间的市容、工商、百业、建筑、设计等等的智慧都在里面。有如我们禅寂山仙佛寺现在这个千佛禅堂，将近有400坪啊，400坪完全没有住住。在921之前，我们盖了这一座千佛禅堂，我的希望不要有住住，老祖也开示不能有住住，以免障碍视线，让人起烦恼心。所以当时我就请了台中几位建筑师帮忙设计，结果建筑师不敢帮我设计，跨度这么大，上面又一栋，下面又空，为餐厅大宅堂，
那怎么样设计不要有住处，我就有住处就不要做了。所以当时建筑师很慈悲的说，师傅啊，不能开玩笑。我说好啊，你不敢帮我设计，那我就自己设计吧。我就应用易经，先天八卦，后天八卦，体用兼备，和我所修的、所学的、所研究出来的图画好了，距离柱子、梁、钢筋和它的度、和它的坡度、它的应力、扭力，还有剪力，全部用易经画好了，一个文章画好了，用易算，结果没有问题，我就交给建筑师，就是说，哎呀，师傅啊，不要开玩笑啦，不行啦，那我按照这样，你帮我设计多少钱，我给你，所以他就请台北三位结构技术啊，用电脑跑了三天三夜，出来结果和我所料的，这个千楼三堂可以容纳九级地震，还不会垮。结果建筑师用现代科学、结构学啊、电脑计算机算的结果，可以承受到九级多的地震，所以就开始盖了，开始建施工，好大的胆啊。好啦，盖好了，用了两三年，刚好是台湾最大的地震921在南投，在千楼禅堂后面一公里半的923，霸照岩点在那边。那天晚上，我在我家台中，地震那么大，在报道了。那时候我直接说，跟我的太太、跟师母说，保佑千楼禅堂塌下来。哦，太太他说，怎么可以这样花那么多钱呢？为什么塌下来了，我就不必再讲易经了，因为古圣先贤骗了我，我不能再骗众生骗下去耶。结果到第二天，好不容易排除万难，下午2点多来到这里，看到千楼堂都好好了，只有掉两三个天花板下来，所有钢筋没有裂，哪里都没有裂。那我说，哎呀，我这一下休息不了，要一直讲下去了啦。所以这个是应用安心真心的真理呀。所以各位唯心贤智同学们，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呢。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以这个为例，为什么那么大地震，附近都倒光光了，只有这里不倒？有天道的真理呀。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各位啊，来学易经吧。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嘛。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呐。所以要安心，必须要有法，要有上圣的心法，就是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我们要了解山河大地它的结构，
山河大地它的本能。所以我们很多建筑的设计师、建筑公司啊，横冲直撞造了那么多的业，到时候把命压死倒了，压死了，罪过是难逃啊。所以你要让心安，一定要来学易经。你不学易经，你能够心安，我就不相信。你要知一切因，也就可以知道一切果。所以易经是因果律，尤其易经，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的真理呀。那我们现在继续看《安心真经》啊，这一部经它的真实意啊，里面我们开始到先天八卦，六亲俱之啊，乾父坤母，天地交泰啊，对则少女，娇气可爱。乾父坤母，所以易经八卦它不是只有说算命，八卦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的万华都是易经而来。易经是大学，大学在易经。微信信谈人事，谈家庭啊，就从八卦这个来看啊，这乾为父，乾为天为父，坤为地为坤为老母，对为轴为少女，离为火，为中女，啊，正为女，啊，为少男，啊，这个为长男，为长男，巽为风，巳为长女，坎为水，为中男。啊，那么艮为山为少男，这个六亲，我们家里就是爸爸妈妈就夫妻，啊，长男、中男、少男，长女、中女、少女，六个，和我们夫妻两个合起来为八卦，若是。啊，这个山河大地之间，宇宙之间，啊，有灵性、有智慧的，是我们人嘛。那么，人的体质也是从这个八卦而衍生出来。乾为天，巽为金，兑为轴，巽为金少女，啊，所以离为火，中女，啊，震为雷，长男，啊，那么巽为风，长女，啊，为木。啊，震为木，为火，为金，乾为金，啊，这个为木，长女为木，啊，这个对，嘛坎为水，为水，为中南，艮为山，为土，坤为地，为土，金木水火土五行。包容起来，
所以老夫前进必须要有刚强的智慧和魄力，才能撑得起家。坤为地为老母，胸怀那么宽广，即使孩子有时候比较叛逆，作为老母，作为母亲的，想尽办法要把他引导走上正路，都能承受一切苦。所以天底下能够成圣成贤，尤其修行成正果了，大部分都是女性，老母都会成佛啊，不会掉到地狱，你放心。而男士比较容易掉入地狱，所以要小心呐。好啦，对为者是少女，是破军啊，就比较娇气又可爱啊。那么离为火，中女比较火性啊。那正为的长男为女啊，长男要负起父亲家里的重担啊。再来巽为风，长女属木，木克土，所以很多一些信徒妈妈的常常说她的女儿长女啊比较娇气啊，长女对妈妈比较不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哇，讲得一无是处。我说这个天地的数就是这样嘛，啊，长女为木，木就来克土，相生相克，克土。坎为水，哦，坎为水，啊，巽为风，水木又相生，水中男就比较柔性，但是中男要教育要很小心，不然常常会陷入事业的种种陷阱啊。再来艮为山，少男往往有时候会比较骄傲哦，那很多家庭啊财产啊被少男把它花掉了也很多，被中男花掉也很多，长男花掉，长女、少女、中女花掉的都很多。原因在哪里？缺少学易经。所以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息心，大家学易经做出工作合顺心嘛，这是易经的真理耶。你要去任何宗教找到我什么事情能做不能做，你只有易经啊，你不来学易经能够了了分明是很困难的啦。艮为山啊，艮为山啊，他是少男哦，所以六亲里面就本身就有四线金木水火土的生克制化，但是六亲有相生相合，这个是不变的真理呀、啊。这是大家了解了，你心就可以安了啦。所以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呐、啊，祝福各位。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甲午千秋，双十谢天恩，
祈安消灾化解法会上坛上的各姓氏，堂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及当下我们维新圣教法师讲师贤士代表同学们啊，今天下午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安心尊经。安心尊经是成就自性净土的法宝，自性净土最起码是自己的家的一块净土，家有我们现象世界的家，有心灵世界的家。所以大家学易经八句真言，在本人在台湾电视台讲解易经风水面面观第一千集的时候，黄禅老祖开示了，鼓励大家来学易经，对易经的真言有八句。要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很重要；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啊；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这八句真言，您冷冷静静的来思考。所以大家学一经八句尊严是我们成就自性净土的法门，就是安心安。心安必须要知一切法，你不知一切法绝对心安不了啦。你要做一件事业，你怎么样才能知道可为不可为，时间到了没有，时间还没到钱砸下去了，还没成功再过三年才能成功，结果三年内把本钱都花光了，亏掉了，到第三年时机来了，机会就没有了。这种人多得不得了哎！哦，所以很多大菩萨、如来投胎转世到世间上这个有形的色身来的时候，我们藏在心中，我们的灵性在五脏六腑里面居无定所，而当一旦业力或是要决定一件事情，你怎么去问啊？你怎么去找到一个结论，可行不可行？所以这个法门是维新圣教世界和平灯塔，而才于2013年10月份得到挪威诺贝尔世界和平奖肯定。易经，维新圣教的易经心法风水妙法啊，宗教的法宝，才能成就世界和平。
树立一盏灯塔在台湾的维新圣教。所以鬼谷先生王禅老祖开示了安心真经啊，不要小看这本安心真经，这本安心真经里面的一些法要我整整讲了30年，到今年上半年啊，就交代易经大学我们出版社医药出版社社长袁侯法师带领着我们那么多的高雄的学员、普里的学员、草屯的学员，任劳任怨的大集结，现在集结了15615本不重复的，已经创下中华文化道统5000年来最完整的世界和平灯塔圣座宝座维新圣教的安心真经法门。所以本维新圣教这么多的法师、知会长、贤士同修，都无怨无悔的将所学的，最起码先安家，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嘛。家庭要圆满，一定要了解易经先天八卦、六亲的开示。所以前户坤母天地交泰，很多家庭乾为天，坤为地为父母，是宇宙的法则，但是天地不交的离婚率那么多，一年就有30000多对的家庭孩子失去了平衡，造成社会的乱象，这都是没有学易经、不懂得易经的真理。乾为天，坤为地为父母，是宇宙的法则，但是天地不交的离婚率那么多，一年就有30000多对的家庭孩子失去了平衡，造成社会的乱象，这都是没有学易经、不懂得易经的真理，不知道宇宙的法则，一直在埋怨，只希望你对我好，忘了我可以怎么样对你好，忘了自己是如来，是菩萨神佛的化身，也忘了对方夫妻都是神佛的化身，扛着这个夹壳，夹壳你帅他不帅，我丑他那么美，在这一种的没有智慧的情况之下，夫妻本来是啊天地交泰，结果弄成天地不交啊，可怜得很。我们来世间走一趟咯，心不安嘛。所以你学易经，我鼓励我们的法师讲师还有贤士同修，多多付出你们的爱心智慧，共同来推动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一定会太平。所以21世纪以后的世界和平灯塔是易经，明年是三阳开泰阳年，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大法轮开始滑转动法轮。再来对折是金，是少女啊，娇气可爱，梨木中女啊，眼光
眼神光明啊，观空法界了知因果啊，这个震雷长男架势啊，英雄架势承担家业，即是天数的天数哎，很多顺雷长男的常常会比较辛苦，这天手数的也是自己承担下来了，天命啊。若是你了解，你来读易经的时候，你才了解到你身为长男天命是怎么样，自我了解嘛，成就自性净土，你才能了解我们一个命卦，命卦中有没有财，有没有官，有没有老婆，有没有子女，这是修行的课题吗？所以我们修行的课题是自己的命卦，是四柱细条哦，所以命中若有自然流，命中若无莫强求，你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以重德。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开示了这个真理和真言，那么你要知道这真理真言从哪里，你就从学习易经你才能够了知。所以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家安心就安，家不安心绝对不安啊，事业安了心就安，你自性净土才能成就。好，再来啊，顺风长你智慧如海，顺为风，顺风长你智慧如海，文笔生辉名流千石啊，长你的功德非常的大。所以长女、中女、少女都要孝顺父母，兄弟姐妹大家要相互的关爱，大家都是如来投胎转世到世间上来，各依天命，各依个人的本愿本命来世间走一趟，借这个因缘来修行。所以家行就是道场。曾经有一位信众大德，他一直很埋怨他的老婆哦，谢谢念，我说老婆他没有啦，他在前生就是在念经的啦，前生念经了，所以这一生你没有带他去念经，他当然在家里歇歇念吧，你就还了半时，很简单，带老婆诵经，我就拿了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回去给他送，给他老婆送，他也送，结果老婆看到追不惊，哎呀我好熟哎，追不惊哎，话好高兴，马上见性，成就自性净土，心安家和万事兴嘛。所以各位，我一直鼓励大家要念经，回向给大家，给你的祖先，给你的亲人，与其在那边吵架不如多念一部经，与其在那边东家长西家短，婆婆妈妈啊讲一些没有卫生的话，不如多念一部经，大家一起来祈福嘛。所以长女最有机会修行了啦，啊，长女的啊，这个天命啊是非常的殊胜与庄严，
啊，所以长女名留千史，而长男是天赐给我们的。那么中男中女少女少男也是天赐给我们的啦。对父母一定要孝顺，对哥哥兄长一定要尊敬，对弟弟妹妹我们一定要关爱要关心，这才是真正的修行人，是如来的化身，你才是真正的悟了道，才能成就家庭的净土，成就自性净土，家庭净土成就了，所以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的一条心，接下去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耶。所以当下你易经不学，你要学什么啦？哎呦，在家里啦，啊，好多法门都很好，但是一旦碰到问题来了，你怎么办？往往你没有这个智慧。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公，啊，好多法门都很好，但是一旦碰到问题来了，你怎么办？往往你没有这个智慧。原来好朋友是好道友，啊，结果这个业力来，魔考来了，哇，你就一口气跳下去，相互的挤来挤去，弄成反目成仇，太多太多啦，所以这一点要注意啊，啊，学习包容，要有智慧，啊，那坎宫水城，中南居之，啊，滋润万物，从无怨言呐。我们中南，啊，上有哥哥，下有弟弟、妹妹，上有姐姐，居在中央，要像水的柔性，能够依照水的柔性，兄弟姐妹相互去成就，不要太计较啦。你计较兄弟姐妹。现在很多父母死了，先计较财产，哈，可怜得很呢，真的很可怜。人来世界上，你所要的不是那些财产，死了两只手放下来，你没有带走，你所带走了是烦恼、业力，跑不了啊。所以兄弟姐妹，啊，父母。走了，兄弟姐妹不要相互的反目成仇，哎，现在社会这个太多太多太多又太多了啦，很可怜的人，本来是来修行要成圣成仙成佛回去了，结果跳下来砍为水，水中捞月，啊，怎么办？到地狱，到苦海呀，啊，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太上道祖看到东林众生飘存苦海，苦海有情海，有家庭的，啊，兄弟姐妹，啊，这种情，啊，各种的财产名利的斗争，像这一次，啊，这个地方选举两位好朋友结缘了四十多年，结果为了选举反目成仇，可怜又可怜呐，啊，真的很可怜。名利一时的，你得了不一定拿得到，所以你把情断掉了，可怜呐，啊，你没有开悟。也许你要反目成仇了，就是你过去生的恩人，你的父母，你的最好的兄弟姐妹。你的太太，你的老公，你的祖宗，又成什么仇呢？世间很可
很可怜的太多了啦。所以希望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嘛。大家学易经，做出工作可顺心。好了，我要的选举才能竞选，你可以用意嘛，你就可以知因与知果，因来了，果怎么样，了了分明呢，都是修行嘛。所以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嘛。大家学易经，做出工作可顺心呢。再来，巽坎相依啊，水木相生，又是水与风，相互生成，故名风水啊，千古名言啊。各位同修，有的学风水不好，风有什么不好？风是长理，我们要有合约。风有没有跟我们计较？空气也没有跟我们计较，水也没有跟我们计较，每天要喝水，尿尿也要用水，大小便也要用水，这浇菜，这个浇花，种种都要水耶。结果你把风水看为那么的卑贱，很可怜没有开悟的人啊。所以我们学习风水，风水是我们创造家庭和谐的妙法，风水是我们家庭成就事业非常重要的一个法门。曾经在早期啊，我们一位家庭在南部，他有四个孩子，两个男子两个女儿，都大了都没有结婚，每天吵架，吵得隔壁的人烦得不得了。有一天看到我们电视，我开始的家里虎边高，风水错了。那我们这位信徒女士，她就依照风水量桶水的法文，就到她家借了两个水桶，家里把它放好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奇怪。他们家的孩子都跑去旅游，是不是？就问他说：“恁家囡仔拢去旅游是无啊？伫厝呀？奇怪，没有吵架又怪怪耶。”就是风水法则嘛。所以空气气流与水的相生相合、相互成就，就是风水法则嘛。我们要学习风的雅量，和悦待人。学习水的柔性，诚恳待人，那么和悦诚恳是一个人家庭圆满、成就自信净土的上圣法宝啊！祝福各位。